Hello，各位在直播间，大家好，我是 Pro Gaming。那今天我们要来玩 Plants Zombie One，然后，我声音有点不舒服，然后有点对不起啊，因为我不是很舒服，然后现在我是放假了，然后我会希望很快就今天快点 post，因为明天我就拍一个 video 是。我会去拿 G-Shock 手表，对，然后我用了新的screen recorder 叫做 Do Recorder，然后它可以做 live，它可以在那里 edit，然后以后我就会用这个 apps 来 record video 啦。然后今天我们要玩这个 mini games，我现在广告，暂停，然后没有啊，是 puzzle。Vase Breaker，这个我很喜欢玩 Vase Breaker。没有要玩，除非你们讲要我玩呢、啊。他们叫我放起来。欢迎你们。放在这里，放在这里，这个就放在这里吧。这个，现在你要需要，Yes, please, 要不两个。Yes, 钱。大家，我真的很对不起，我声音，不是我没有声音，就是喉咙很不舒服。玩一下这个 Last Stand 什么鬼我不懂，我们放这个，然后这个，这个，然后。就这样放弃。就是只是看戏吧。因为现在如果你们是在夸拉伦坡还是全国马来西亚都会一样的，就是放假1月31号和2月1号，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四，然后这两天我应该会狂 post video 咯，因为我知道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有 post video 了，所以。我现在得 try 改一下，就是，破碎走就好了。我没想到用 ISP，因为我很想用，repeater 还有 touchwood 在前面，然后就没有想到，然后就不想要放 snow pea，因为我放 snow pea 在我那在那里的话，我就不够放 spike wheat 了，因为我已经玩过一次了，然后没有 spike wheat 真的很难玩，所以一定要 spike wheat。现在我们只是要存三佛，以后要cherry bomb 的时候就是 cherry bomb 的话，不然我怕等下不够三。
因为没有，你每赢一 round 就可以赢到很多个赞。不姑娘，在家里有没有打扫干净？快点过来帮忙我！阿伯呀，在天姑。去管青牛。所以现在就是看戏吧。我只想玩。我要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给你们看。所以现在我也不懂要去别的，觉得再慢慢放 spike meat 第二排，两排的 spike meat 你就会讲了。或者要放两排哦，反正也删除到来也没有用了，已经看东西吧嘛。现在10:33，我希望等下给 post 一个 cash for a year 的 video， 希望呢。很多人力耶，我开播吗？马上。什么好看的就玩其他的吧。可以。还有什么我可以玩一下？这个少。很贵耶，可以减价一下吗？哼。配 Adventure 一场了。
Adventure. Paint scene slot. Yes. Tell you later.这个。要放什么？先放一排先啊。放错，其实要放两排的 mushroom 这些才够用，不是才够用，就是才够三用了。还有什么紧张的东西，我再继续拍，要怕等下不够时间。看现在已经放完了，然后就很好。OK，这个，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记得分享给你们朋友看，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话，记得 subscribe。然后我应该以后会做 live 啦，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看啦。OK， 还不是时间，还不是很确定。如果确定了，如果应该明天就会讲时间。OK， 下次再见，拜拜。